哇，如果看过之前的照片，再来看今天的这个原来地下室的状况，真的是天差地。原本地下室是一个阴暗潮湿，而且不通风，不通风，对，所以要把它改造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会遇到许多的困难。所以之前是当储藏室用吗？是当储藏室以及教友们准备道具的地方。因为为了因教会的聚会的人数越来越多，因此他们除了需要主堂之外，还需要急需要一个副堂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副堂改造成一个让教友们聚会的一个空间，所以地下室现在变成是我这个教会的副堂了。对，是副堂。它的需求就跟我们一般人想的可能不太一样，不一样。它需要一个储藏室，一个讲员的休息室，对，也需要厕所跟一个吧台区，可以让大家在团契的时候很好使用。当然，因为我知道很重要，还要有一个音控室，所以大概的空间配置是你这样子去规划了。对，是是。好，不过你知道吗？我今天一下来副堂的时候啊，我觉得它不像一个地下室，因为不管是我呼吸到的空气啦、流通啊，甚至是温度啦，我都不觉得这以前是一个地下室。因为一般地下室最常碰到的就是高度啦、通风啊、采光的问题，怎么一一解决？是，你说的没有错。地下室最困难的点就在于通风，以及屋高的问题。对，那至于通风，因为这里要容纳6至70个人的聚会，对，因此在1个小时之内，如果没有把那个废气排掉的话，每个人都会昏昏欲睡。牧师在台上讲的，下面都很想睡觉了。对，因此我们就在地下室的副堂的左前方安置了2个风扇，安置了2个风扇，在右后方也安置了2个风扇。这一个风扇同时开的时候，可以让6、70个人在地下室能够3到4个小时有足够的氧气在，所以它是一个很棒的对流。对，它是一个对流，没有错。OK， 好，空气的问题我们这样解决。那屋高呢？屋高的部分，原本的地下室副堂，它是天花板都钉在梁下。这个梁很低耶，而且3大根耶，这个梁只有220公分。那为了解决屋高的问题，我们把所有的天花板都拿掉，然后把梁跟天花板全部漆成铁灰色，这样子可以解决屋高不够高的问题，因为铁灰色以及深色的油漆，可以让这个空间感觉更高。当然我知道今天这个副堂我们把它重新装潢，最主要是要让够多的人可以在礼拜天一起来，就是上教堂做礼拜。是，那如果上面在唱歌，然后下面在唱圣歌或诗歌的时候，声音不会互相搭到吗？会，一定会干扰到。所以我们就在那个玻璃的里面，把它抽成真空，再灌氦气，玻璃有2层的隔音，因此他们不会互相干扰。所以我现在看到的气窗都是抽真空2层的玻璃了。对。OK， 隔音的问题解决了，我就是两边在做礼拜的时候不会互相干扰。对。可是地下室一般如果我们会碰到的状况是它因为比较密闭嘛，所以空间会有很大的回音。是。所以我们就天地壁都去做处理。至于天花板的部分，我们在天花板的部分做了三泥板。三泥板。对，三泥板它本身就有粗粗的纤维，以及凹凸不平的纹路，如果把它喷漆喷成铁灰色也看不到，一来它可以隔音，第二个方式就是在墙壁上的洞石，它洞石因为也是有一个一个的洞，所以当音波折射到洞石再折回来的时候，声音也会锐减，把它消掉。对，也会把它消掉。 OK， 那右边的近墙也是为了要消音，所以去做斜切割。对，做斜切割，这样子的话，声音反弹的数量也会变少。所以基本上你选这些材质，都还是有你的消音的考量在里面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子讲，我就会知道说，很多的设计不是只是为了好看而已，它是要有实用的功能的。有许多的细节都必须要想清楚。那我也知道说，像今天要把地下室翻修成一个副堂，它的经费应该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贡献的，所以在预算上的拿捏，你应该比别人更在乎，也要拿捏得更精准。是，没错，因为教堂的预算有限，对，可是又要把副堂营造成一个庄严，然后比较神圣的地方，对，我觉得石材很重要，那洞石很适合，可是大面积的用洞石会让费用飙高。你是说很完整、很大块的面积？对，越大片的洞石越贵。因此我们就把原来洞石的废料，集合各个案子的废料，拿去裁切成二丁卦的尺寸，再一片片的贴上去，这样子的费用会比原来的预算还要少很多，可能只需要原来的费用的1/4就可以了。
哇，其实这样子感觉也很环保哎、也很划算，然后质感也很好，是，难怪可以在你手中，就是以前可能预算搞不定的问题，你可以在精准的预算范围内完成今天的这个复堂。是。据我所知啊，现在在做礼拜的时候，弟兄姊妹都非常喜欢到这个地下室的副堂，特别他们喜欢集中在这一块中岛吧台区聚会、聊天、吃东西。对，还不错。自从副堂完成之后啊、弟兄姐妹都很喜欢来这边聚会。对啊。讲一下当初这边设计的想法跟概念，听说有一小段的过程。是，因为为了要因应原本主堂的外观是一个盘底。这、就是一个方舟，所以我地下室的吧台，也是设计一个方舟的造型。诺亚方舟的造型，对对对、但是要做成这个造型，它有一个困难点，就是因为它前面这一段跨距会很大，如果用木座做的话，很容易断、因此我们失败了两次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对，直到最后我们想出用钢，用那个钢筋，钢架，然后把它架起来。做结构，对，但是要算出它力学的地方，它力学的中心点就在前面，的地方，对，这个尖角处是它力学的中心点，那这个地方是用钢架焊起来，所以它这里不会下垂。OK， 那我知道，在试着的这个设计当中，你是以那种很精细的材质，还有一些相接的那个工法，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。这边也有，对不对？这边是一个线草，线草。那线草它本身要做凹，但是它的面又必须要让它亮，所以我们是用一个镀钛，镀钛的材质，对，镀钛的材质。然后所有的电脑线、网路线跟电视线都可以从这边出来。OK， 好，镀钛材质那根也是吗？对，那个水龙头也是镀钛的，也是镀钛的，也是镀钛的。OK， 包含像这样子的灯，其实它都还蛮有意境的哦。对，它是一个象征性，因为方舟当初有一只鸟飞出来，衔了一只草，一根草再飞回来，它是一个象征，一个象征。吧台区的烤漆玻璃墙面，除了大家会议的时候可以拿来当作白板书写之外，里面还隐藏了电视机，同时也满足了聚会的娱乐功能。其实当这个空间完成的时候，心里都有满满的感动，因为这个案子延宕了十年，直到今天才有机会完成。每当看到弟兄姐妹在唱歌时喜乐的样子，心里都有满满的感动，感谢神，这些都是神的恩典。